OK， 今天来玩一下这个版本中，我觉得前期对线最强的角色暴击吻。那既然都叫做暴击吻了，我们顾名思义，这个技能一定要点击落啊，狠狠的一个暴击拳砸在对面的这个下面啊，一拳把对面打飞，就是这么舒服。那这个版本中是把它的普通攻击改成可以对野怪叠加肌肉能量了嘛，所以说虽然后期的强度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前期的增强是非常有感的。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致命针刺打在野怪身上，有肌肉能量的时候这个斩杀线是很高的。那唯一的解法就是你的角色必须要站在野怪跟暴击纹的中间，因为这个致命针刺是没办法穿透两个目标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是可以有效的解决你被暴击纹野怪抢光的问题，但对面很显然不知道，所以说这一波的话他们是打输了。那这个时候飞天螳螂过来，这一波的话先拉掉，因为我的气势头带已经掉了。那如果说他要再打的话，他是有可能会打输我的，因为我这边是已经五等了。那这螳螂也是很识趣啊，直接就跑去上路了，因为我们上路是压比较深的。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技巧，就是先叠做点保险，然后再打这个岩兔儿直接摔回来瞬间秒杀。那这个路卡利的话，我们先等我们的这个能量满了之后，再一个蛮力把它摔出防御塔。这个伤害就是各位看到这么爆炸，没有带气势头带基本上一摔都是半血以上啊。那这边我的哑铃已经是叠好叠满了，那这样子的话对面这条线就已经非常难打了。那这边的话这个岩兔儿是加了技能，所以说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抓他。那但是这个野怪失误了，血量没有算好被他抢走，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抢他的野怪，因为这个蛮力就是可以这么的霸道啊，直接的把对面野怪全部抓去吃。那这边我已经七等学到极弱，那基本上暴击纹如果说有优势的话，对面是连龟塔都有困难啊，直接就抓出来扁。只不过这边的话是被这个路卡利奥断招了，所以说没有第一时间秒杀这个岩兔儿，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的追。那这边又一个技巧，就是用这个蛮力落下伤害直接摔死这个岩兔儿，再一拳蹦直接 KO 这个路卡利奥。那各位看到他在对线上面宰制力是真的很强啊，如果说你一旦他拿到优势的话，一打二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边一个帅气的血量精算打飞那个野怪，然后过来投球。那如果说你的技能点这个极弱配上蛮力的话，其实是不太需要带攻速持有物的，因为他只要满肌肉能量就可以重置蛮力的冷却时间嘛，在等级高了之后，所以说主要是靠技能在累积肌肉能量的话，所以是不吃攻速的。相反他的这个蛮力吃的物理攻击还蛮多的，所以说你要撑高的是你的攻击力会比较好一点。那这波我就想说直接就抓了，但是这个乌龟有点坦哦，他点的竟然是水炮，他这边把我推到一个人堆中的位置，所以说这一波的话我只是勉强带走这个飞天螳螂，然后差了一点点啊。如果刚刚那个落地的瞬间我直接秒点大招起飞的话，我这一波应该是可以刚好躲掉这个路卡利奥的增强拳然后天秀的啊，但是我没有这个反应，所以说我死掉了。那没有关系，我们的队友还算有下来帮忙，所以说这个下塔是守住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刷一刷下半野区，直接下去对面吃这个电马桶，因为我们队友在上路也在推嘛，所以说我们这一波下去打个外塔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那我们这边可以跟这个猪哥啊，还有我们的白蓬蓬做一波进攻。那其实这个角色他的技能还蛮容易被对面的防御力减免伤害，可以看到我虽然打那个路卡利奥还有闪电王牌很痛，但是打这个乌龟那个血量其实掉的还好，因为说真的他的伤害打在坦克身上是不高的，因为他并没有像是田了美后尖锐剑怪他们一样有一些可以穿透防御的能力啊，所以说他打坦克伤害是很低的，最好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极弱接逃脱去秒对面的后排会比较好一点啊，尤其是他的招式还蛮容易被坦克断掉的，所以说最好是不要去找坦克的麻烦啊，我们不要打那种控场的角色啊，除非你玩的是吸血你可以去吸坦克，但是如果说你玩极弱接蛮力的话，最好是去找对面的后排。那这边我们一个极弱接逃脱啊，直接敲起来啊，但是这个大招这边他叫逃脱所以空掉了。那他这个大招如果说第一段没有中的话，他是不会锁定对面的人的，他只会原地落下而已，所以说这个第一段一定要放准一点啊。只不过我们队友还是帮我收掉对面。那这边的话虽然说这个皮卡丘开了大招有短暂的免控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蛮力
虽然抓了空气，但是只要落地都还是会有伤害的。那这边也是体现了这个角色手短的困扰啊，直接就是空了两招。那没有关系，我们血量还很多，直接一摔二再度秒杀对面的人啊。不过人头是被队友给捡走了，没有关系，这个多龙拿点人头是好事。那这边我们过来投球，但是看到这个皮卡丘怎么还在啊？那这一波的话建议先拉掉，因为对面人这时候是有可能全部跳台跳出来杀我的啊。那虽然说他们掉电柱，但是我也不想死，所以这波先观察一下，至少可以吸引到对面两个人再上。那这边就是一套基础的暴击文连招，就是蛮力，然后接击落，然后重点接一个普通攻击，再接击落二段。这样子的话，这个蛮力的冷却时间就直接重置了，因为机动能量满了嘛。所以说这套连招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熟练一下。如果说你是有机动能量起手的话，这一套的伤害是可以秒杀大部分不是坦克的角色的，伤害是非常高的。OK，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在下路赚的盆满钵满，但是队友是被打了一个爆炸啊，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多龙被杀掉了吧，然后剩下的人也没什么伤害。那这边我们应该是可以当一个英雄的，因为感觉对面人应该是开了很多大招。OK， 这边我们一个极弱接逃脱，但是我刚刚忘记升级技能啦，所以说我要按逃脱的时候是点到技能啦，所以说没有逃脱出去啦，直接恼羞开了一个大招。哎，这一波我原本还想说可以当一个帅哥啊，直接进场一秀五啊，没有想到对面还有这么多大招，直接就啊送头了，送头了。哎，这波有点亏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优势还是很大的。这边的话，我们因为逃脱还在啊，一个逃脱接极弱啊，不是极弱接逃脱啊，先用极弱再接逃脱，这样的话对面是比较难反应过来的。那如果说是要过强的话，我会建议先用逃脱再用击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然的话还蛮容易卡墙的。那你在用击落接逃脱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操作上面重点是他击落出去接逃脱的那个位置是根据你的逃脱的方向决定的，而不是你的击落的方向。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往右边击落，然后你逃脱往上面按的话，你是会往上面飞的，那要注意啊。所以说不是一定要一直线，它是可以转弯的。那这边的话是在对面野区杀野了一波，那这边感觉好像不需要我啊，队友好猛啊。那这边我们把这个路卡利欧抓出来蹦，然后跟队友一起投球，那这样的话我们优势就很大了，只要守住这个裂空座应该就可以赢了。那这个角色后期的话，说真的我觉得跟以前强度是差不多的，因为其实在团战中你比较难用这个蛮力起手嘛，抓到后排，因为对面人都会躲你的技能啊，然后基本上起手会用极弱起手嘛。那如果说你用极弱起手的话，你有没有激动能量其实没差，因为你极弱起手的话能量是会满的嘛，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加强只对吸血是比较有感的，但是极弱这一套的话其实在后期是跟以前强度差不多的。那这边就是直接用这个水箭龟去把皮卡丘给砸死了，然后队友是因为我在这边挡，所以说顺利的吃掉了这个裂空座。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乌龟抓起来摔啊，没有免控真是可悲。那这场的话应该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觉得暴击文在这个版本是真的蛮强的啊，真的蛮强，尤其是这个前期秒杀对面快感啊，真的是其他角色很难找到的。那这场游戏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什么想看的角色啊，虽然说不一定会许愿成功，但是我还是会尽量的做给各位看。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二马，我们下部影片见，再见。